混一天和努力一天看不出任何差别，三天看不到任何变化，七天也看不到任何距离，但是一个月后会看到话题不同，三个月后会看到气场不同，半年后会看到距离不同，一年后会看到人生道路不同。所以请不要在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，走自己的路，为自己的梦想好好去奋斗，即使有人亏待你，